想要看到世界更多的模样，让我踏上了留学的旅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学习，探究科学世界的更多可能。Sandy, there is a package for you. Just one moment. Let's find a broken string, my friend. Who cares if we're a lazy parade again? What is this?嗨，我们从国内寄的礼物收到了没？收到了，就是我的最爱。来到陌生的国度生活，透过那块屏幕，收获了很多来自祖国的感动。Hello class, today we have a special event happening. We have two beautiful young ladies joining us. When 察世界的角度变多了，就更加坚定自己的来处。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an extremely enriching and wonderful way. 脱口而出的 I'm from China 变得更有力量。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共度今夜。老头子，哎，咱给儿子打个电话吧。来喽。看了吗？妈给你寄那红毛衣，你怎么没穿呀？穿上吧啊！穿上洗行。好，好，我知道了，老妈。看到满桌子的饭菜，闻到家乡的味道了吧？那就学成早点归来啊！咱肯定还是要报效祖国的嘛。爸妈的关心总是第一时间勾起对屏幕那边家乡的思念。吃饭，喝一口啊！干杯！干杯！为咱们万里之外三口人的团聚干杯！嗯，饺子意味着团圆，是今年这一顿团圆饭一定是大家在一起吃的。你也来，吃吃。梦想可以闪耀在远方。更可以闪耀在故乡。看过更大的世界后，我想把我的未来扎根在我的祖国。